状态都是谢谢哦。为什么还是 summer holiday？ 刚刚结束我们的广州首唱会之后的第一个工作，为什么秋天了还是出事的？我现在大脑和灵魂还停留在9月16号，所以今天拍广告的进度就特别快，因为这个的内容就要求欢乐，我只需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欢乐带到现场就好。